有网友提问，我和我男朋友是姐弟恋，我大他4岁，我们谈了3年，最近他和他的朋友去了外省上班，我是一直希望他回家乡的，每次聊到叫他回来这件事情他就回避发脾气，自从异地之后见不到面，多说两句脾气就上来，还得我哄他，我现在非常的累，还要不要继续呢？我认为既然谈了3年，应该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但是你们却开始了异地恋，并且发生了不愉快，这说明这个异地恋是他刻意制造的，让彼此之间产生距离来争取自己的自由，或者他不好意思说分手，所以才有了这次异地恋。